台湾有很多有名的女艺人，比如林心如、陈乔恩、林依晨等，她们出演的电影和电视剧给我们80后、90后的年轻人增添了许多回忆。说到林依晨，受到了著名时尚杂志 L 台湾大型摄影邀请，照片里的她还是那么美丽，受到台湾版的邀请拍了很多照片。这个时尚大片的拍摄被很多粉丝说林依晨依旧美丽。这张照片的大块里的她有点俏皮，画面里的她坐在橙色气球的山里，她留有披肩的黑色长直发，两手轻轻地放在两个气球上，看着非常清新。杂志在国际上也有很大的时尚地位，因此这家杂志社拍摄的照片中的大块或多或少都有着更加绚烂的时尚设计。这张照片里的林依晨穿着白色的礼服，头顶上戴着红色的面纱，就是这样的感觉。林依晨现在正走向40岁的门槛，她的风格表现力依然很好。这张照片里的她还是一如既往地搭配着这件白色褶边的连衣裙，这件连衣裙的设计很适合领口和袖口，看起来非常漂亮。这张照片里的林依晨穿着同一件白色百褶裙的连衣裙，她的样子完全不同。另外，我穿着有褶边的裙子，身材宽松，十分优柔寡断，就像古代穿着白线裙子跳舞的女性一样高雅。女人过了30岁应该穿深色半身的裙子。画面中的林依晨穿着黑色上半身的裙子，上半身穿着抹茶绿色毛大衣，脚上这双高跟鞋很新，鞋上有这个水印设计，她的身材很有高级感。